我就娶你为妻。我怎么可能会是个女人呢？你的脸很烫，你的手也很烫啊。 有一个妹妹，她和我长得很像的，长得一模一样吗？是啊，一模一样。那你妹妹平常喜欢玩些什么呢？那个傻丫头，特别喜欢到街口去看皮影戏的。 半夜三更的，谁站在那里啊？将军，将军，半夜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成何体统？将军恕罪。现在还是新兵训练期，暂时放过你们两个，下不为例。 混到军营来，这倒是第一次。将军，其实我是来……不要争辩，我也不想知道你的来历。军营中不可以有女人，你明白吗？是的，我明白。明白就应该知难而退了。 将军，你气冲冲的跑来干什么？还不去练兵？报告将军，早起点某的时候，发现少了一个士兵。逃兵？新兵训练时期无故离开并不算逃兵啊。那就是自动离别。走就走吧。可这个士兵平常表现一向很好，他不会无故离开的。我是担心他出事了。哪一个士兵？就是考试第一名的潘小雨。 那他昨晚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
我昨晚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将军也在场。嗯，那你是想来问我，是否知道他的去向，对吧？属下冒昧，正是。违反军纪，醉酒夜归，应该处罚。那如果这样处罚，将军就连我一起罚吧。要罚，当时就罚了，还等到现在？ 下不为例。哼。